2012年9月，我入咗大学，于是我就被人叫做大学生。大学生是怎嘅样嘅咧？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。有人说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栋梁，有人说大学生是年轻一代的精英，有人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，有人说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，有人说大学生是一班乱搞事的人，有人说大学生是一班做大事的人。究竟大学生应该是怎样的呢？一入到大学，就有很多全新的事物在你面前，不同中学，不同小学，所有的事都要我自己去安排，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选择。但是我又是不是懂得选择呢？拍拖、上妆、兼职、住科、读书，有人说这五样是大学生必做的五件事。那这五件事之外的呢？人家叫我 damn beat， 我就 damn beat， 人家叫我倾装，我就倾装，人家叫我咨询，我就咨询。我究竟在做什么？究竟什么是大学生？大学生应该要做什么？我可以在街头唱歌表演，自己弹自己唱，不需要有观众。我可以穿起西装，拎起电话到 office 翻工做 intern。 除了做 research 之外，除了整 powerpoint 之外，除了写 paper 之外，我更加有权去用电脑打机。有鲁迅，有红楼梦，但我更喜欢周星驰做的唐伯虎。可以在任何地方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通顶温书，又或者通顶同朋友坐大啲。享受下草地，享受吹水，享受食物，享受阳光、树木、空气，享受当下。我可以做啲得我敢做的事，
又或者一啲我唔敢做嘅嘢。揀套電影在光影之間穿梭，然之後翻返現實。經歷溫馨，經歷開心，經歷甜蜜。然之後我知道我必定會經歷痛苦啊。我仲知道我必定会错过咗一啲嘢。執着一啲嘢，然之后放弃執着一啲嘢。够十八岁啦，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咁饮酒。甚至乎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咁样去旅行。当然，冇人话我唔可以努力读书去爆四攞船。不过读咗书都未必可以爆到四噶。当然，有啲嘢咧无可避免嘅，喺一年入面啊。至少要吃翻十餐八餐台饭噶啦，选择偷懒，又或者选择坚持。就在宿舍度做啲唔俾做嘅嘢，选择更加放肆，选择大学生应该要做点乜？或者你应该问，你究竟想在大学入面得到啲乜？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，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选择。
有一万个大学生，就应该有一万种的大学生活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一张面孔。亦或2012年9月，我入了大学，于是我就被人叫做大学生。